今天吃一份照烧鸡扒饭，然后还给自己煎了一个溏心蛋，这个是酸汤肥牛，下次吃的时候真的太好吃了。冰淇淋泡芙，然后还有一些甜品。太烫了，太烫了。这个泡芙真的很好吃，真的超级香。
红茶千层还有抹茶千层。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这个酸汤肥牛真的太好吃了，就剩下一些汤了。那我今天吃完了。